नहीं वैसे जल्दी तो नहीं पीने की और उस टाइम तक कुछ ले लो Shoot, shoot, shoot.
让你听听印度歌吧。好啊。没骗你们，是苹果盐吧？这些还轻呢。那边过去木屋那间，那边才是我住的。哇塞，受不了是吗？哇，这个才是真的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不拍忍不住。粉红色的比较漂亮，还是红色的？像不像英国？像他们的 cottage。沿着这里走下四期，旁边的声音就是河流滔滔不绝的冲击声。一个印度人跟我说，这里拿掉印度人，跟英国的 Scotland 没有两样。跟他买一点菜好吗？这些车身该多好。这间好雕漂亮吧。还有这间呢，美吧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里的好雕让你住宿一天哦，不用20块钱。我是说，难得今天好天气耶。看看吧，为了保护树木，这样也可以。天天在他旁边走过，都不知道有这一个东西。可能今天佛在指引我，让我拐进这个小巷，就看到这个东西。就在一个小巷的山壁旁边，最北最北部的一个地方，名字叫做雷。从今天早上7点，我们就会开始看。要不要摘一把血给你？很近而已啊。这里是半路啊，停在这里吃午餐啊。没有摘。这里将是今天度过最高的一个隘口，明天还会有3-4个更高。这条道路一年只开3个月而已，7月到10月，其他的时候都是封路。快点，在太阳下山之前，快点拍给你们看。今晚我们就住在这些帐篷里面，然后明天早上5点再出发，然后另外一个12个钟头的旅途才能够到达500多米。
你是这样。这是在勒的迪西贡吧，很像布达拉玛贡。我是偷偷拍的，吧，但是你知道有多高吗？沙漠，然后一条河从旁边流过去。Yule 的市中心，Thank you.
左边的不得嘛的，我怎么看？老，我怎么都看不见？外面那个，老板都在说。看到没有？这漂亮的风景，刚好还有一架小三板划过呢。其实要我们带你，要我带你们来，可能也没有这个优待了。这是隔壁烧的船，看，湖面都是浮萍。这一届也是格林的船，在这里有很多这样一间一架一架船的，好像 hotel 这样子的，瞧，像皇宫一般。其实还是我大胆了，敢敢就过来，然后给他出一个很低的。哇，这是 simple lunch。Very simple. 在这里逗留三天，今天是第一天。